我当上你男朋友了，还是我当上你老公了，还是我当上谁了？哎呀，你当被人家抛弃了，被人家抛到路边上啊！现在还要去找别人。被人抛弃不关你的事啊，跟你爸爸有些关系都没有。还不关我的事，笑死了！每天晚上都要哭的人是谁呀？我被人抛弃的时候，你给我饭吃了吗？还是你给我钱了？你被人给抛弃的时候，都是在我在保护你，好吗？我笑死了，我被人抛弃，你不要管啊，你什么都不要管，你走一边去，你不要坐到我旁边，我烦死。不要在这里唧唧歪歪的，你以为你谁呀？啊？要不是我的话，你咋就被人不知道拉到哪里去？那你有本事你现在走，你不要跟着我叽里喳啦的。叽里喳啦的，现在日子变好了，对不对？又想赶我走，没门儿。那你不要什么话该不该讲，你都拿来说好不好？哪里不是？你这怎么什么话都拿来说呢？我都说了不要说老板，不要拿老板来开玩笑啊！我说了什么？你跟我说一下。以前啊，一个陌生男人天天来我们家，你来了呀，哇，这样子那样子的。现在的话，现在也是这样子，差不多就是。你怎么来了？哇，你还给我带好吃的，都看不下了。你看不下，那没叫你看，没人叫你看，对不对？我也不想看你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你有本事就不要跟我说话，你有本事不要跟着我。你有本事你也不要在这里唧唧歪歪的。你有本事就不要跟着我，你没本事你就不要说话，你为什么老是跟着我，然后还有那么多话说呢？笑死了，你觉得你有本事吗？对不对？意思是你觉得你有本事啊？你有什么本事你跟我说一下。那你跟着我。要不是那个谁的话，你也不会这样子好吗？你只配在家里面。你只配待在家里面挖土豆，你啥也不是。我挖土豆也不管你是不挖土豆也不管你是跟你爸毛钱关系都没有啊，一梦。对啊，我没说跟我有关系啊，我说了吗？啊，你哪只眼睛？那你在这里说什么？我在这里说什么？我用我的精力去说，我用我的嘴巴去说，怎么了嘛？你的精力你去管好你自己就可以了，你没必要。我管不管好的怎么了嘛？啊，我就这样子怎么了？你能把我怎么样了？你又不是你来打我呀！来来来，我真的好不想说话啊，帅哥什么？不想说话就闭嘴啊！说什么叽里呱啦的，像机关枪一样一直说，有必要吗？像疯狗，他就像啥？你像狗？你居然说你自己是狗？他像疯狗一样，老是咬人。他居然说他自己像狗？哦，我第一次见一个人就是这么。搞臭自己。我们家 Lucky， 我们家老家的 Lucky 都没有像他那样子乱咬人。你再说一句，什么意思？我们老家的 Lucky， 你们什么意思你？是帅哥姐妹，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 Lucky？ 还 Lucky， 真的是笑死了。那个，我跟你们讲，是帅哥姐妹，不要听他了啊、哦，他才像个舔狗一样，舔，被人家抛弃了，他还要舔，那个 Lucky， 笑死了，那个 Lucky 都像傻子一样的。那个 Lucky 都比他对我好，那个 Lucky 每次我捡柴回家，像傻子一样的，啥也不是。那个 Lucky 都啊，他卷起尾巴对我非常的好。但是他呢都不如那个 Lucky， 他咬我咬的哦，那个狗狗都对我非常好，他都不如那个狗狗。你再说一句我不如狗，你再说一句试试。难道不是吗？我们家那个 Lucky。不是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再说一句试试。我们不要觉得我不收拾你啊！我跟你讲，你明天给我等着啊，一会儿回家你就知道了啊！我跟你讲。我们家那个 Lucky 都对我非常好。不要觉得你直播间有人，我就不敢说你。我跟你讲，什么都我说得出来，真的是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妈妈，所以狗才这么关心你的。因为你没有妈。你不要说话太气人啊，一梦。我就这样子说，怎么了吗？因为没人关心你，所以只能用狗有狗来关心你。因为你也是一条，你也是一个舔狗，所以狗才会关心你。你是有妈生没妈教，阿姨梦。你才是有，你是在说你自己吧？有妈生没妈养，没妈教。我只是有妈生没妈养，而你呢是有妈生没人有人养，但是没人教。没人教谁不教我啊？我爸妈也教我，你才是，你妈都没有，你连妈妈都没有，你连母爱都没有感受过，哎！我气得没话说，真的，我。我烦死了，我。烦死了就不要说我，舔狗。
对呀、啊，我呢是有猫生，但是没猫养；他呢是有猫养，有猫生，但是没猫教。没有，他的话是啊，他的话没猫教，也没猫生，也没有感受到母爱。你有感受到母爱过吗？跟你拼是吗？来。你不要气人太甚了，因为人家阿伟的时候，他就啊阿伟哥的时候，他就被阿伟给抛弃了，这样子的，知道吧？然后人家阿伟说：“我来找你。”哎，吃饭了，他又去吃饭，知道了吧，家人们？他就是一条舔狗。我好想揍他，帅哥姐们怎么办？他是一个舔狗。舔个就是这样子舔。你这样子舔谁了？你舔谁了啊？你舔阿伟哥，像屁颠屁颠的，对不对？他屁颠屁颠的，一直跟着阿伟。你舔阿伟哥，他舔阿伟哥了。你呀、啊，我说的是你呀、啊。我跟你说吧。你恶不恶心啊？我跟你说吧，你先，你先舔。你好好的当一个，你好好的在家里面嫁了，不行吗？偏要去外面，偏要在外面。是帅哥姐妹，他先。是帅哥姐妹，来，他先舔阿伟哥，阿伟哥都不让他舔。我跟你们讲。他一直跟着阿伟哥屁颠屁颠的舔，对对，像个铁狗一样。有妈生的孩，有没妈养的孩子就是这样子的，没有感受到母爱的就是这样子的恋爱脑。他想舔阿伟哥，阿伟哥都不让他舔。你看嘛，你看嘛，一直说这句话，你能说出什么话来？啊，对，要不是你说什么话来，那你的叔叔阿哥姐们肯定站你这一边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，叔阿哥们？对不对，叔阿哥姐们？不对。你口水少放一点，你的口水放到我手机上面去。我就放，怎么了嘛？啊，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的手机给砸了？哼！哎，真的是无药可救了的。无药可救的人是你。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妹妹？先管好你自己吧，都已经出名了，还在这样子，笑死了。我怎么会有你这样子的妹妹哟？我也怎么会有你这样舔狗，一个舔狗这样子姐姐，还不是一个亲妈生的。还是一个没妈生没妈养没妈教的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要在这里说话。我就在这里说话，怎么了嘛？以前怎么了啊？以前怎么了？我替别人说，我爸是认识你妈了，才跟我妈离婚的。我跟你说，哦，笑死了！你没有爸，你居然还没有爸，那你肯定是个私生子。你快点去找你妈吧啊！你居然都这么说了，居然敢这样子说你爸，啊？你看嘛，你就是个。你就是没脑子的。很多人说，就是我爸他认识他妈妈了，才把我妈妈离婚的。很多人这样说。那肯正常呀，对吧？感情到这个地上了，小三生的，你就是个什么意思？你再说一句，什么叫小三啊？你妈妈啊，你妈妈要是有点能耐的话，都已经生下孩子了，她还要跑，笑死了。小三生的，她就是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可怜一下，居然这样子跑了。这就是你妈你们两个一样的傻，他就是小三生的，你才是小三生的。你再说一句，什么叫小三啊？信不信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我妈，我现在就打电话啊，叔叔一个姐妹拿给我、哎、拿给我，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我妈。吼啥没，他说我是小三生的，他说谁相信啊，什么意思嘛，对不对？他居然说这种话，他还打我骂我，在这里打你了吗？我骂你了吗？我的手都已经痛了，跟你讲。你看我很多叔叔阿姨们都说的对，他们说就是小三生的这样的。啊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妈妈，你没有母爱，你就不要在这里侮辱我好吗？我没有母爱是谁搞的？就是你妈搞的。是，那你找我妈去啊，对不对？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你有本事去找我妈呀！你不敢吧？你不敢你就怪在我头上。你有本事你去问你爸呀。你爸为什么喜欢上我妈？你问你爸，你去问你爸呀，对不对？那你去问呀。我爸就是你爸，你去问嘛。只会在这里逼逼赖赖的，你有本事去问呀，对不对？你有本事去试问我妈和我爸呀。那我说的本来就是事实呀，我妈还没。你说的本来就是事实是吧？那你去找呀。我妈还没有走的时候，我爸就是认识你妈，所以我妈才走。那你爸为什么要认识我妈啊？那还不是你爸勾搭我妈？勾搭我爸？什么叫我爸勾搭你妈？什么意思？
我太难了，我不想跟他吵架，我烦死了。明明就是你妈不爱爸爸了，他才跑的。谁叫你妈勾搭我爸，让我爸跟我妈离婚？谁叫你爸先勾搭我妈的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谁叫你妈自己跑去的啊？这样子的话，小三，你才是小三。他就是小三生的，现在他也变成小三了。什么叫我叫小三啊？我搞什么了啊？你跟我说一下。你跟我说一下什么意思你？那以前阿伟哥在山上的你是不是你不像舔狗？笑死了，呸！阿伟哥啥也不是，你才像个舔狗一样，一直屁颠屁颠的舔。人家一个陌生人来我们家，他就爱上了，哇！臭不要脸的，第一次见就爱上了别人，而且他还不认识。他以前在山上就是当小三的。他什么意思？再说一遍，这么不要脸的人啊！人家阿川给我们这么多的那个啥啊，他居然不嫁给阿川，要不是那个阿伟的话，早就嫁了。你们知道吗，帅哥姐们，我小时候听到我那个小妈，她就是这样教阿姨莫的，说阿姨莫对你姐姐怎么怎么样，她就这样教的。什么叫我妈怎么说话？你不要这你陷害我妈啊！不要这么不要脸。所以阿姨莫才这样子的。不要这么不要脸啊！我跟你讲，什么意思呢？阿姨莫才这样子的，我跟你们说。什么叫阿姨莫才这样子的？我打电话给我妈了，哥姐们。哎，你不要开玩笑，现在几点了？哎，我不开玩笑，谁让你在一直在这里说的？我现在就要打。不要打。我打，打不打的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就要打，什么意思嘛？你把手机给我，就要打给他。那好吧，那我就不回家了。我跟你说吧，你打不回家就不回家，我让他你爸妈来这里拉你。你现在就打打打就打呗，你打我跟你说吧，我不可能回家了。打就打呗，这我就要打。我跟你讲，这辈子我都不回家了。我已经打了啊。你打呀，让他打出来个结吗？我这辈子我都不回家，对不对？还这辈子就不回家？你吹吧你又想勾搭谁啊？你又想勾搭你又想勾搭你老公？哦，我跟你们讲。他又想让那个老板包养他，真的是啥也不是。我想勾搭。不要觉得老板有钱，你就想让老板勾，觉得自己仗着漂亮，你就觉得老板能包养你。啊，你说我漂亮呀？老板能包养你啊？觉得自己很漂亮是？你看，哦呀，起飞了的样子，笑死了。帅哥姐嘛，他打没事，他打了我这辈子我也不回家了，我就在外面我找工作，我自己对不对？上班的我不回了，对不对？我想我爸爸的时候还有奶奶的时候，我就偶尔给他们开视频，给他们打一点开视频，打一点生活费就可以了。开视频是吧？那我把你的手机给砸了不就行了吗？你啥？但是呢，你今晚跟小妈打了电话，我们再也不可能一起了，知道吗？再也不可能一起了。一起就不一起就不一起呗。再也不可能一起了。你谁呀？啊，你是谁呀？你又不是我亲姐。再也不可能一起。我们就不是，我就是不是你亲姐啊。对啊，你说的，你现在当着九千个人面前说的，我跟你说。你本来就是只是爸爸有血缘关系而已。听到没有，帅哥姐们，他说我不是他亲姐。你刚才怎么说我的？你刚才说我小三，一会儿又说我这样那样的。那谁让你那样子骂我？我哪里骂你什么了啊？是你先逼我的。那我说的也没错呀，就是我妈和我爸他们还没有离婚，就认识你妈妈才离婚的呀。那你又不是向他们示威啊？那你怎么不去说你爸啊？你不去说你爸，为什么把你给抛弃了？你去说吧。我为什么要去说？你自己说出来，你自己去说呀。我干嘛要去说？好恶心啊你这个人。大人的世界我不管，我不说。大人的世界你不管，你还管屁啊？你还管说呀？我管你呀、啊、你是我妹，我管你啊。你说的当然你那。我管你啊。爸妈是我不管，他们成年人的事情我不管，但是你是我妹，我可以管你吧？你怎么管我？每天气死你！你管我呀，来，你管我一下试试，你管我，你管我来，你管我，来，你管我，对吧？他不是想管我吗？那管呀，对吧？随便你管，来，你想怎么管？跟我说一下，跟我说一下你想怎么管？我烦死了我啊！你想怎么管？你想怎么管？不讲理，他真的不讲理，知道吗？帅哥姐吗？你想怎么管？既然你我、哎呀，你想让我黏着你的话，来呀，姐啊，姐！天哪，鬼见到鬼了！哎，不要这样子，在直播间里不要这样子。我就这样子怎么了嘛？啊，你不是想管我吗？那我每天都黏着你，以后你想让我做什么我就做，黏着你。就每天都这样子，也不上班，就这样子黏着你。你看他、啊你，我发现了，他现在我让他回家，我说我不回家，他现在又
赖着我了，看到了没？我跟你说吧，什么叫我赖着你？我有可能不回家了。不回家，我也不回家，我也这样子，天天黏着你，也跟你睡，你想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我们两个，我不想理你，你不要坐过来。哎呀，我想理你，你不要这样子嘛，我想理你，我就想。